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克，我是米特。今天我们整理了位于南半球的先进国度纽西兰的十天旅游计划。不管你是想要安排蜜月行程，还是想要看看超壮阔的大自然景色，或是想要体验各种极限运动，那这支影片非常适合你哦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我换了200多，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机场票特别贵呢？不知道哎，可能观光客的、不要起争议吧。像我们原本的那个登机门在 C4， 然后它隔壁这边刚好有一堆可以吃的。重点是你知道它有什么吗？它有林聪明。林聪明今天没开，对，它还没营业。如果有开的话，这边应该会蛮多人买的。我们真的有来过第二航厦吗？有啦，2017年去度蜜月的时候，就是在第二航厦搭飞机的。我很认真在记我们的一切啦。啊，你有没有认真？我不知道。好，这个频道关掉了。试试看。嗨，我是代班旁白方克。这次我们要前往一个全新的陌生国度，位于南半球的纽西兰。纽西兰又分为北岛以及南岛，是世界上第6大的岛屿国家。这次我们从台北飞到北岛奥克兰和家人相遇后，再飞国内线前往南岛基督城，开始整趟的自驾行程。必去的电影《魔戒》场景，壮观的大自然景色，几百条瀑布的峡湾，体验各种精彩的活动，骑马、滑车、喂食动物，当然之中也有遇到不可预期的因素。不管如何，这趟纽西兰之旅相当精彩，那就开始跟着我们一起旅行喽。已经开始了，走到突然，我现在刚到了那个奥克兰的机场，刚出关。你知道我们刚刚做了什么吗？我们刚刚做了人生第一次申报，还有检查啊，都可以啊。还真蛮严格的。对，这边蛮严格。这一次的纽西兰是跟家族旅游，大家从各个地方来，然后来纽西兰玩。所以现在等我哥哥，因为他上礼拜已经先来了，然后带爸妈去逛北岛。那我们这一次接下来会拍南岛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就拜拜喽。纽西兰 New Zealand， 然后现在又是停车教学时间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车号，一样，我们先输入我们的车号 J， 然后我们要停3个小时。那这边是1小时16块嘛，我应该是要摸了，是8块，再乘以19。哦，纽西兰停车很贵呢，消费不错高，准备要付钱。对，这样完成了吗？完成。现在在奥克兰，这里很像英国的跟那个新旧混合的感觉，而旧建筑比较少，新建筑比较多，很多玻璃建筑。奥克兰是纽西兰最大的城市，位于北岛的北部，也是纽西兰的经济中心，拥有繁荣的商业和金融部门。而整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，拥有许多火山丘陵和海湾。要去找吃的。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百货公司里面，然后再点餐，有点像是地下街。我们是意大利面王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点餐。然后它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你先选好你想要点的餐，比如说像我最喜欢这种经典的这个意大利面，然后你刚刚点的想要是吃的是 mushroom， 好，比如说我先以这个来说，点了之后呢，你可以选你要意大利面条，还是说你要通心面等等的。好，选了你的面条之后，再选说你的起司，就是你的 cheese 要哪一种呢？再来，你就是选你额外要加哪一些料，比如说我想要加鸡肉啊，或者加虾
Standard 就点点点，然后按 Add to Order 就点了之后呢，好，在最后这边 View My Order，然后点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选择我这边要用信用卡还是 Apple Pay 还是一些电子支付，就完成你的付款，就这样子，期待喽！这是你刚刚点的 Mushroom 意大利面，然后我的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之后就变成青椒意大利面，傻眼！试试看喽！好哦，吃吃吃，开动开动，松一下，你的开箱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好酸，对，没有想到它的青酱是酸的，它有一个什么酸酸豆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刚才看字面上，我们都认为那个是橄榄油系列，结果完全不是啊！气爆哎！气爆啊！第一餐就吃踩雷，等下就买个炸鸡吃。好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14度的低温，我穿着短袖跟短裤，点热拿铁。Thank you. Have a good day. 现在录这个人的表情，他没有开麦克风。现在奥克兰天气大概是14度，然后呢，二哥他说就是他们坐飞机的时候，隔壁的大叔推荐他这一家的冰淇淋一定要来吃，来看看这家的冰淇淋有多厉害。一些基本的控，一般的就是第二步就是 homemade waffle， 然后如果你要选其他的话，就会是比较贵一点点。你可以看到它架上那个有造型的，很酷哎。是你也可以选杯状，150ml啊，几沫几沫这样。这是试吃吗？对，它可以试口味。刚刚我试试看它那个 Oreo。对，跟他说其实不是 Oreo 啊，就是混合版，然后吃起来有点像太妃糖。然后我现在试的这个黑巧克力，因为我觉得太妃糖有一点甜。好，你试试看。浓吗？就它好，75%黑巧克力，74%。好，你怎么好？那我们就吃它好吗？好 ，OK。帮我点一个基本经典款，我就没有买造型。你点的是家庭制作经典款，对，就是 homemade waffle cone， 然后跟 dark chocolate 74%。OK， of course。没有，它还有分你要不要 topping， 就是上面你要不要再加一些东西，它还会再加一点钱。Thank you。哎 ，Thank you。哇，这是基本的，然后黑巧克力。我踩到什么东西？我该不会踩到鸽子的脚吧？就尖尖就有一根的感觉，我以为我踩到鸽子的脚。好啦，来吃吧。哎，看起来很厉害。赶快试一下口感啊！哦，很浓很浓，巧克力非常浓哎。所以是值得来这边排队购买的吗？我觉得可以哎，因为它是浓稠型的，它不是水水的。哦，我觉得好吃，好吃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它的巧克力，我是点那个74%，对，可是也不会到太苦，它也不会太甜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因为可能我本来就蛮喜欢吃。好大一球哦，超大，这样 ，OK， 可以享用，嗯。奥克兰的第一间住宿，我们是209号房，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空间，然后里面拥有两间房间、两间厕所，爽套房。你没兴趣，我知道。我猜。不好意思打扰。来我看一下，有4个口的 I 厨，然后是米耶类的，非常棒哦。然后我们稍微往下一点点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一样是同一个品牌的烤箱。然后我们稍微往上回到 I 厨的地方。刀具非常的完善，抽烟机，来看一下它的管线藏在哪里，是有管线的，好特别哦，我很少看到这种柜内的抽烟机哎，而且它都已经包好了，就是跟系统柜直接融为一体，算是第一次看到吧，非常棒。台湾有这种做法吗？好像比较少哦。台湾的话就会有一个那个，有一个这个，对对对对，掀盖的那个，没错没错。那我们自己家是T字，是不太一样，没错。冰箱，来看一下上面冷冻库有没有附冰块给我，哎有有冰块。哇，已经做好了，已经做好冰块了，非常完整。我很少看到有做好冰块。你看这个厨房多好，它有个中岛，这边有一个水槽，
然后这个中岛这边就可以去放一些你做好的一些餐点，然后呢这个方向才可以看到一个唯一三宝，来60公分的，超级棒了。哎呦，洗碗机的也很少哎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是不是很完整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好了，来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餐桌，你看它有对色哦，咖啡色做斜对角，水泥灰色也是斜对角，非常漂亮，大理石花纹，橘皮沙发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窗外的景色，哇哦，大的阳台哦。对，这个阳台其实很不错，还蛮美的，非常的舒适。准备好来看卧室了吗？来，我们来看离阳台旁边的这间卧室，哇哦，是不是很舒适啊？很不错的地方。那一样打开窗户，跟刚刚客厅所看到的是一样，它是一个落地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厕所，这个方向非常完整，三件事是有干湿分离的，非常的完整。然后这边这个镜子，这边已经附了一个那个洗手罩给你了。我去看另外一间，来，厕所二号，三件事，它其实已经有附毛巾给你了，所以如果你自己是没有带毛巾的话，这边就可以用。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间卧室，好，这就是另外一间房间，这边还有一个门，有没有很好奇它通到哪里？这是通往厕所，这就是我们双套房的住宿，赞了。死火山，所以它是已经不会再活动的火山吗？已经 dead mountain 是这样念吗？你看我们已经戴起毛帽，就知道现在这边的温度真的是有低。真的，刚刚觉得还单用，然后穿短袖、短裤，耍帅啊！对啊，就冷的要死。毛毛，听说那个火山口它的形状是完整的哦，看一下有多厉害。要丢戒指下去吗？又不是那个，照丢不误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到火山口了？好像是那个凹洞。好，我们快速往前看，哇，现在的景色非常不得了哎。对，我觉得超漂亮的呀，尤其是太阳洒下来的时候。哇 ，Windows 桌布，好漂亮哦。哦，这边真的很漂亮哎。所以这个火山口其实也不小哦。嗯，真的真的，好险还是死火山，不然我们早就往外奔。真的，好险还是 Dead Mountain。Dead Mountain。嗯，好烦哦。伊甸山是奥克兰市区一座火山锥，也是奥克兰最著名的火山之一。火山口深达50米，而这座火山本身对于当地毛利人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。到达山顶后，可以在观景台上看见奥克兰全市区的景色，视野相当辽阔。想好了，我要吃第一个 Wild Mushroom Risotto、野菇炖饭。主菜这边还有羊排、猪排、鱼，然后还有乐眼、每种动物都有。想要点什么前菜就把它点来吃，像譬如说要吃薯条或者想要吃其他的东西。那薯条这里的薯条叫什么？ Chips。 Chips 高级西餐厅点餐体验。被二哥逼的。对啊，好紧张，我等一下就用笔的跟他说口令，你就每一个都跟他说 I would like this one and this one， 根本没有在讲，你要全部都用纸的。Have the oyster and natural half dozen, and the mess with risotto. Yeah. Do you try? Yeah. Pork belly. The garlic butter T-bone. Yeah. Nice. I would like a T-bone. I think it's fine. Yeah.
Just Golly Barton. Yeah, yeah, yeah. Name short. Yeah. Yeah, we're going to do it. Yeah. Yeah, that's it. Let's go. 他刚刚发他们吃牡蛎的哈子。这个原因就是来吃苹果的，对。有没有很期待等一下吃的？有。其实每一道你都会吃。欧式面包加奶油是我最喜欢的，然后我们的牛排是加那个 garlic butter。好，期待。等。现在用他刚给我那个小叉子，生蚝，看看是不是 QQ 冰冰的。耶。这一样冰冰 QQ， 有一点生猛。我们在那个冲绳吃的非常新鲜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有点感觉。可是我比起来，我可能会觉得冲绳还是处理过比较好吃。对对对，有差有差。上面的香料有一点微辣，粉是非常嫩，完全没有老掉，然后外皮非常非常的酥脆，然后那个香料在上面那个咸味提得非常的优质，带一点柠檬柠檬的微微的酸，可以好吃的。嗯，好好吃哦，超级好吃。它那个酱有一点辣辣的，对啊，皮很脆，然后很香，而且软是很嫩，对不对？然后咸咸的，嗯，味道很酷哎，好吃，这个很推，这个可以点。现在再把奶油涂到那个欧式面包上面，但我觉得欧式面包没有很热，大家试试看啊。不够热，所以有一点硬，然后奶油再也奶油，咸度蛮够，要再奶油。超级回锅肉，真的切得蛮丑的。我来吃看脆皮酥。嗯，是不是还蛮好吃？有脆吗？嗯，有脆啊。有收到音吗？很脆，还蛮好吃的，咸度刚刚好，没有猪味，肉很嫩啊，皮很脆，给过。而且它的肉有沾到下面一些酱香味，也蛮香的。嗯，然后它另外一个有一个脆脆的那个，然后有加一点点黑黑。它刚刚说什么八角？哎，我刚才直接咬下去了。我还把八角丢给你。八角奶奶奶。一公斤丁骨，其实它没非常好切，非常的嫩，肥瘦也觉得还蛮均匀的。大蒜奶油酱，然后我们沾一点黑胡椒，这是推荐的五分熟，很嫩，真的很嫩，但是有点筋，这我觉得小小可以再更好一点。如果它的筋可以再处理得更好一点，会更赞，推，很香。那你刚刚等餐等了多久？一个多小时。有愤怒吗？有。Lamb shoulder 1.2公斤，我看你在切好像非常的好像嫩，对不对？好像很嫩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大哥已经把它撕好了。来吃吃看，嗯，很嫩。它羊肉我觉得还蛮容易分离，代表炖的还蛮嫩，撕一下就掉下来了，有一点羊骚味，但是不讨厌的。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羊骚味我本来就还行。还蛮推，可是它的味道没有很咸。它这个的话，应该就会是它的有点像肉汁的酱，然后那个的话就是薄荷。我觉得沾那个寿司之后，会再多了一点的风味，还不错，好吃。直接这样规划放开 ，mushroom risotto， 来试试看。超级够味道，对不对？嗯，还蛮浓的，哇，它松露味很重，难怪妈妈会问说那是什么味道。好，它的饭粒，我觉得它米心没有像有一些它的 risotto 是真的米心还蛮重的，对不对？它米心是软的，所以这样是，而且它的饭是小颗小颗的，应该照理来说是长长硬硬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意大利用的那种炖饭吗？感觉不太一样啊，只是味道蛮好的，嗯，味道还不错，还蛮浓郁的啦，咸度刚刚好。给过吗？可以。Hello， 上一集我们在北岛奥克兰，这集即将出发前往南岛基督城喽。这么早就开始录？哎，我今天炸毛了啊！现在去哪里啊？先要去买早餐，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行程吗？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先买早餐，我们就要开车去那个机场附近还车，然后还车完之后接驳车载我哥他们再一起回机场，我们要搭飞机搭到基督城咯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，今天应该都会在基督城玩了，我们就晚点见，拜拜。奥克兰的咖啡店前面，
哇，你在想说怎么想那么久？都没有在想到汉金白宫。哦，白宫、汉金白宫。白金汉宫啦。我们刚刚点了两个都是 latte， extra large 大概6.5， large 是6块，对，很难念的 extra large latte and large latte。对，但是因为他的口音，我们就不习惯。对，sorry， 然后我们就又再听了一遍。哎，最后他直接手写给我们看。因为也怕我们会有沟通障碍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喝喝看好不好喝，因为它在网络评价很高哎。哦，好，我来试试看。一间小店，好，喝喝看。买了一个永和豆浆的鸡蛋灌饼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然后问他说那是不是蛋饼，他疑惑了一下，应该是东西不一样，他只说里面有火腿、生菜、有蛋，然后外面有饼皮，然后他蛋跟饼皮已经 mix，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看喽。它外面就像葱抓饼一样，说真的，你看它的那个蛋非常的薄，然后跟饼皮就是 mix 在一起的。这旁边是它的生菜，然后会有一些有点像酱油膏的酱油，其实很好吃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香肠，它那个香肠吃起来非常西式的味道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很好吃，非常有味道。9块，值得吗？9块，100多块台币，其实差不多啦。你的差不多是指跟哪里差不多？跟那边消费其实差不多。哦，对对，你的现在消费蛮高的。现在干嘛？行李大军。没错，我现在在下行李，然后他们两个要先去还车。小心，等一见。现在纽西兰航空搭国内线，然后我们要从奥克兰转到基督城，这边完全都是这种自动机器。现在为各位示范一下 check in 教学。首先触摸开始，按下去之后就会看到这么多的语言，可以选择一个你习惯的语言，像我就法文了啦。法文好，没问题。点错了，没关系，那就中文吧。请注意，你上飞机的行李是不能超过7公斤的。如果没问题，确定，它就会出现两种方式。那像是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已经有准备好那个 barcode 的话，我们就选择这个，就像这样一个 barcode，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barcode 的地方进行扫描。好，那就请稍后，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。那我们按确定。好，这个就会出现我们一起当时订购班机的所有的旅客。好，目前我们几件行李要托运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按确定。这时候最后一步，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座位，完成，正在打印4个行李标签。好，我们的行李标签要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粘到那个上面，跟当时我们在德国是一样，到时候要依据你的编号去取自己的行李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粘这个了，就是自己粘，跟德国的一样。什么都要自己来。现在是粘行李标签教学。哎，好像有点难哎。哎，我看空姐都粘超快的。应该是这样吧，完成。现在托运我们的行李，这边叫 backdrop。是否有枪支跟弹药？没有。是否有附有背带或太小？不会，这是要太小。哦，没有。No。称重中。称重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像这样会教我们直接去扫描，请不要靠近传送带。哇哦，他会自己过去，真的很方便哎。Nice， I'm a king of backdrop。三个还蛮简单的哎。对，很自动，完全不需要太多人与人的接触。现在那边叫做 counter one， 下面有樱花妹正在登机。现在为了流量密码，所以我被强迫拍摄。这里现在是国内线的航厦，所以还蛮多吃的，可以在那边选中餐。从奥克兰到基督城只要1.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，国内线的班机全程都是自助报到，也不用使用护照，其实相当方便。接着我们拿好行李，准备去取车咯。现在刚到了 Omega
嘎的租车公司来接驳车站，我们来这里，好，等一下去牵我们的车。现在基督城里面租车的地方好热哦，有时候基督城只有5到10度啊，现在在这边有16度。现在天气很好，是蓝天哎，还蛮期待的。真的，我们现在在拿那个租车，没错。通常你如果要加第二驾驶人或第三驾驶人要加钱，然后这一间他说都不用，所以我也把我的驾照给出去了，不知道等一下我开车开起来，会不会后面是空的，没人敢上车？可以，现在要去拿我们的车子。现在 check 我们的车子 ，Omega Rental Cars， 非常非常的仔细，被小石头击中的玻璃啊，下面的这些保险杆，它都在上面做记录。从英国回来，应该右驾记忆还在吧？右驾王者，对，异常适应右驾那个。我忘记你是右驾王者。现在要去哪里？现在去住宿的地方。哦，好哦。基督城是纽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。2010年和2011年，基督城发生了2次强烈地震，对于整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后来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重建，才有了现在的城市景色哦。如何？还行吗？右驾王者加圆环大师，还行啊。又上手了。差不多已经不会再一直轮子靠左边。可是你今天有打到一次雨刷。啊，我要看你们会不会发现。现在刚停好车，要去我拿我们住宿藏在一个 box 里面的钥匙。哦，哦，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大客厅，没错，很不错哎，非常的漂亮。这是我们的餐桌，这是又是我们的厨房，又来开箱厨房了，对不对？微波炉，它又是一个四口的 IH 炉，哎，可是它是我很喜欢那种哎，对，是用这种专有的烤箱，哇哦，抽油烟机，又是这种柜内的，对，然后这边会有那个烤面包机跟热水壶跟我们的水槽，然后这边又是必备的。哇，婚姻三宝，洗碗机。哎，我发现这边的住宿都会给你洗碗机耶。没错，非常优质也健康，保证可以让你更省事。就是我们的餐具区，它也帮我们分好格子了。哎，蛮多东西的耶。然后再来哦，酱料、杯子、茶包。哦哇，等一下 ，salt。我也想到有这么，来来看，这是自己他自己家里是不是啊？真的、啊。这太充足了吧。来，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生抽。他写中文，先生抽。哦，直接写中文，非常非常的亲切。我们来看一下冰箱，其实很不错，非常的够用，不错。哎，好大间啊！哇，又洗多烘，然后这应该是让你去洗一些其他内衣裤的一些地方，后面应该可以通往院子，晒衣服的地方。哦，差一点撞到，我是高过这个的。可是我那种人跑很快啊，那种惊悚片不都这样跑超快跑超快跑超快，然后脖子这样过去，然后头就下去，吓死人了，这儿童不宜吧。好，那我们要上楼了吗？好啊，来哦。第一间卧室，晚上又有用电脑的地方啦，工作的地方，有两只大象。第二间卧室跟第三间卧室，他们全部都是用差不多风格的。然后这个是浴室，一样有干湿分离三件事。然后这个是晒毛巾的，它是有接电的，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把你的毛巾烘干。这一个呢，应该是主卧室等级，给长辈睡，一样有大象，左右两边都有大象。欢迎大家也可以问一下，说我们这个是在哪边。然后如果有业配的话，我会希望房东可以赞助我们。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惊喜，在这种别墅里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东西，但它其实是需要藏起来的，你洗澡用的热水。那就不能洗太久。对，大家要共用这一桶啊。要变战斗走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 New World 的楼。是不是有点犹豫自己来讲？这里的 Wall Walls 改名，可是这一间是新的，叫做 New World。新世界。对，我们来逛一下。新世界。新世界。大间哦。很大间哎。我来看一下外面全景。
洲中午最喜欢的意大利饺。哦，重点是它这里超棒的，它还有附一堆酱给你。它不是附这边的那个 pasta sauce， 它是要付费的。这样加起来的话，大概会是纽西兰币10元。OK 了，10元大概200块。OK 了，200块吃完一餐。然后你还可以买他们很有名的那个派，你爱的派，各种派，对，什么口味都有。哎 ，beef mushroom， 哎，欸，你可以吃那个你的菜，来哦。那早餐是它，我来看一下，它这里也有现榨柳橙汁，哎，可以哦，是7.99跟14.99，方式是一样的，对，就是一样啊。看一下，先选你的瓶子嘛，选完之后呢，然后就开始压啊。然后就可以盖一盖子，然后等下去结账。对对，要记得结账哦，不然你不要直接出去enjoy。哎，就我们再拿一个大瓶的。现在就是在纽西兰跟欧洲一样、英国一样的一个柳丁汁使用教学。先卡进去，然后我就可以，我就按下 push。绝对一点点都不能浪费。你在装湿了冰哦。超市买的什么？买了9天半的水，羊肉串，等一下晚上要配啤酒，然后派当明天早餐，然后还有面包，吃优格配它，然后不同的口味，还有明天我们要开5个小时的车去滨河小镇的饼干，还有听说很好喝的巧克力牛奶，刚刚柳橙汁，橘子，香蕉，然后啤酒，这样子，不知道等一下结账多少钱。吃的是昨天在超市买的派，口味是 steak and cheese， 把它切开来看一下，听起来好像很专业。哦哦，得了了，哦，这个软嫩。那转给大家看一下手撕牛排，刚刚帮自己想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称号，但是这个未来会再公布给大家，可能比单纯叫方克还要再更有记忆点，也更难记忆点。我明天再吃一次。那应该是很好吃的意思。哦，蛮咸的，但是很好吃哎。哦，它是这样一丝，有一丝一丝的。没错，入口即化牛肉，而且今天的加热是有主厨帮我加热的，主厨在那边，是一位台澳公民，同时拥有2种国籍的人，他们花费了非常千辛万苦的一些时间努力，达到了今天的成就。这次我们即将要离开基督城，准备前往电影拍摄场景超壮观的城堡山，以及要去冰川健行前必去的小镇福克斯小镇，接着往南走，前往超美湖畔城市瓦纳卡，南岛必去的极限运动天堂皇后镇，以及大名鼎鼎的米佛峡湾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大家好，今天咖啡真的非常好喝，好喝也蛮开心的，而且它的杯子超有特色，是一个扑克牌，因此就买了一包。哦，咖啡豆，对对对，我们来问他这个的风味是哪一包咖啡豆，他马上就知道我们在问什么。对，因为他看我们在那边站很久。然后原来啊，原来他问我们要不要磨，是指说你要 whole beans 还是什么什么？对对对对对。OK，Cheers。如果是内用的话，他就会从厨房直接散东西出来，就透过这个管子，超酷。我来喝看，哦，很浓很浓，哎，它咖啡风味还蛮特别的，咖啡风味很好喝，没有喝过这种风味的，
不会苦苦的，可是也不是浅焙，它不是偏酸，对，它是很浓很浓厚的、奶跟咖啡融合得很好，对，奶跟咖啡融合得非常好，而且它的奶泡打得很浓韵，哦，真的很好喝哎 ，Good to drink， yeah。哎，这里很有特色哎，真的。哎，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刚刚去那咖啡厅啊，然后跟那个店员说我们要点餐，结果那个店员完全没有给我们菜单，我就心里想说，嗯，那我就凭自己的感觉。真的，他是没有菜单的。有人说，啊，那你有那个 cappuccino 跟 latte 吗？他就说有，虽然小小杯不好喝啦。Take away. I take away. Yeah, and two. Hello. Thank you. Nice to see you. A white cinnamon. Thank you. 这里好有特色哦，还蛮多这种图腾画。那个 B 是巴士专用通行灯。不要看它这样，这里有卖越南菜。看不出来，还有卖面包，也有卖越南菜，超酷的。然后这里好清新哦，这是越南三明治，然后另外一个也是，就买了两个，里面会有腌黄瓜、红萝卜、grill pork 烤猪肉。现在在，哎，这是哪里？什么 box 什么的，就是要往冰河小镇路上。可是我们要先去那个魔界的一个场景。哎，这边其实很多雪山啊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方向，这边的山还没有出现雪，雪会在另外一个方向。一路上还蛮漂亮的。没错，它跟那个欧洲的风景又有点不太一样。有点不一样，这边的山比较偏向有点就是荒野型的，有一点啊，气壮的。现在看到这个路标啊，我们在这边的速限是100，但是其实这个55是指说这个弯道的建议，你用55的时速去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相对的比较好转，比较舒适，比较不会有甩尾的感觉，比较不会像开 A186。在 Castle Hill 到了到了，很漂亮哎、非常漂亮，然后后面有非常多的那个大颗石头，真的，等下可以去看看。那我们就走 Go， 戴毛帽了，有比较凉了，还戴了手套，风太大了，冷的地方，没有到很冷很冷，可是风蛮大，所以等下吹久的手可能会红红，会刺刺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有多漂亮，我觉得很美耶，好，大山大景的。终于有来到纽西兰的感觉，非常的壮观，用镜头看都看不出来。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后面雪山的地方，要往那边走，大概45分钟。然后他刚刚说1.5公里，对，然后是一个，然后再绕一圈，大概1.5公里，对，徒步一个环岛了，没错。
以前的话，这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是海底耶。对，这边是海，然后是3000万年前哦，超酷的哎！我们刚好经过一个很特别的石头，这些都是啊，所以它那个石头其实都圆圆的。太热了，直接把它全脱掉。你平常没爱运动，有一点喘，走吧 ，Let's go。你们那两个在野餐，就那两个是在攀岩，现在好像有一点在那种叫什么青康藏高原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蛮像的，应该会有那个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后面有一个牛啊，今晚吃牛排。那里，对，那里有牛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在这边吃我们刚刚买的，看起来很好吃的可颂。Yeah， 这太陡了啦！哇哇哇！核心，来，核心。你在吃什么？越南三明治，有红萝卜、白萝卜、蚝肉，还有香菜，还有一些酱，都好吃。Gandalf， 去那里看看，感觉很厉害。哎，这里很美耶。一个洞一个洞的吗？那是什么？那个是我拳头的那个风压打出来的。真的、哦？你看，你是鲁夫？你我觉得好笑。会不会摔倒？你这样谁相信你？你要帮我后置那个很多个拳头？这太难了。空气的那个，你不要恶搞后置师好不好？这里好美哦。哦，怎么下去啊？是什么你知道吗？石头山道小王子，好美哦！天哪！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方特爱旅行。嗨，我是密特，我是方克。然后我们遇到新朋友了，耶！嗨，你们要自我介绍一下。熊猫，是岩。他们是来蜜月旅行的，很大方的接受我们的访问。你们觉得纽西兰玩起来怎么样？应该算是驾很轻松的。哦，因为开车的那个整个礼仪跟规矩都还蛮流畅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公路很美，然后车也很少。基督城还蛮塞的，蛮塞。哦，基督城蛮塞的，基督城是蛮塞的。小拥塞了一点，市区了。哎，那边在那边食物吃的习惯吗？后面都在吃亚洲料理，亚洲料理。对，来纽西兰之外，还有去其他英语系国家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个英语系国家。哎，那你们觉得就是整个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纽西兰蛮 friendly 的，人都很 nice。对，如果你们喜欢纽西兰的话，蛮推荐你们可以去德国，然后大概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绕。南德跟奥地利那区还不错，所以那边开车也是 OK。对，我觉得德国开车是目前我体验最好，比纽西兰还要再更舒服。我觉得是他们的建筑跟文化又在更欧式古老一点点，自己的味道。谢谢你们，很开心认识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
Hokitika 是纽西兰西岸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。19世纪的淘金时代，这里是最繁荣的黄金矿区之一，现在成了 Castle Hill 城堡山，开往 Bos Glacier 福克斯小镇途中必经的小镇之一，拥有美景的海滩和壮观的海岸线，这里可以当作一个公路休息点走走逛逛哦。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 Bos Glacier， 好难念。Bos Glacier， 哎，我今天一直念，觉得都怪怪，好卡舌哦。Bos Glacier， 哎呀， Glacier 入住了，很厉害耶！等下可以睡觉给人家看。什么东西？你会拉窗帘吧？等下可以给大家看。打雷，这不能播吧？对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Welcome our home. Come in, come in. 大房间。插座可以耶，给过，还有六个孔 ，OK。其实我蛮在意这件事情的，蛮重要的哈，对不对？我先关个门，不然等一下会有蚊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先来这里看一下。哎，这个门没有吧？假象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是厕所。然后淋浴间，你刚刚那个门后面不？插座一个门要干嘛？装饰品。哎，我觉得好奇怪哦。你知道我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刚刚以为这是瓦斯炉，哎，它是。哦，它是烤箱，那上面那个是？所以如果烤箱上面又可以加热，是这样吗？就邀请各位网友再来替我们解解答。对，我是可以边烤箱，然后这边边加热，然后上面放盘子，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很好奇。好，我第一次看过，哎，蛮特别的。请问这是什么 ？IH 吧？不是啊，它没有界面可以点。你把抽屉打开看看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怎么这么奇特？哎、欸，可是它工具还蛮齐全的，它什么都有。哦，还有食谱。要给你食谱，避免你不会煮饭。然后这才是微波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，杯子，好，面包机，好，冰箱啦，就是基本款冰箱还是要有啦。拿一个很可爱的客厅，小小的客厅，对，可以坐在那边看电视聊天，其实不错啦。因为我们今天住这边，就是想说明天要去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型的冰川。嗯，我们已经订好了，但是天气不好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差，因为明天最早那一班是8:50班次，然后如果我们天气不好，可能就会被取消。嗯，不然就可能会被延到11:00的那场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可能太晚了。对啊，11:00我们要去别的地方。反正我们今天总共开了4-5小时吧，开到刚刚方克在开车，他还开晃神。对，我都不知道我压的是那个中间的线还是三角锥。你好像有差一点点久，然后我哥就突然被吓醒。没错，其实我也是为了让大家醒来。好啦，那我们明天见。去那个冰川见习 ，Haley hiking 的，对。然后我昨天在官网直接订了 booking， 两个人大概1310人民币，挺期待的。另外一方面看天气，他会写说有点阴阴的，对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好，那今天来看看好了，因为他8:50集合，前10分钟钟要到，嗯。那我们就很开心的带着我们的刚吃完的早餐，没错，还有那个咖啡，没错，连个东西都准备非常的齐全。对，然后衣服都好，差不多里面都换好啦，等一下要穿雪衣雪裤啊，墨镜都戴好了，避免我们雪盲的东西我们都戴好了。对，然后结果我们后来就听到刚好，哎，隔壁也是那个台湾人，就是过来跟我们说，今天如果有成顺利出团，整团都会是台湾人呢。对，他说取消了。哇，我真的觉得好可惜。然后他问我们说要不要改到明天，但是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去皇后镇，对，那附近，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。明天天气应该是这样的，就跟台湾的天气是一样的，其实蛮可怕的。要是这样子叫我飞，我其实也不敢哎。真的啊？对啊。下一个行程，拜拜。一个湖旁边的咖啡厅。
讲得非常随便，一个湖旁边的咖啡厅。我们刚好看到磁铁上，就是假设今天是雪山配上蓝天倒影的一个湖边，非常漂亮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出去呢，只剩下树，是全雾的，右边的山看不到，左边湖也看不到。对，很像起雾版的擎天岗，好想哭哦。只是喝咖啡的功能而已。对，就坐在这里慢慢喝，然后等一下要前往瓦纳卡，因为刚刚说有那个冰川没办法去吧。No。希望等一下我们往瓦纳卡天气会好一点。希望喽。这是你的 cappuccino， 奶泡打得很好，我来喝一下。哇，好喝是不是？可以再点一杯。可以再点一杯，非常好的，它的奶泡是非常浓郁的，跟那个 espresso 是有融合在一起，而且味道咖啡香气非常够。接着我们离开 Fox Glacier， 前往瓦纳卡瓦纳卡喽。热带地区，穿着雪衣的热带。好烦。试一下我们的布拉提烘蛋的口感哈，不错，闻起来超香的，闻起来超香的，它布拉提太大只了吧？哇，它布拉提其实是非常的大只，怎么那么肥？在冒烟，好吃，它有点黑胡椒的香味在里面，整个蛋都是布拉提的味道。然后布拉提其实你看，它就是这么大只，不是那种。蛋其实煎的还蛮有烘蛋的香味，然后带着布拉提的味道，黑胡椒去做一点调味，还有盐，非常的清爽，但是非常好吃。再见。只有吃东西，如果要钓鲑鱼的话，明天再来一趟。我们走进去看看，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鲑鱼农场。今天的那个钓鲑鱼的行程 close， 所以今天只有餐厅的行程，但在哪
刚好没有特别想钓，因为我现在太饿了。他写说就是你如果钓完鱼之后，看你要用什么方式给它烹饪，然后你可以eat in或是 take away。Sashimi， 生鱼片，我一定是选 Sashimi。前提是你要钓得到鱼，我可以一半 Sashimi， 一半是。对，所以你可以同时拥有两种的烹调方式。哦，那很不错哎。猪钓鱼的钓竿。哇塞。哦，有哎，在哪里？啊，怎么那么小啊？怎么小只？两个披萨，然后巧达浓汤卖完了，鲑鱼沙西米，然后以及一杯可乐，还有薯条，还有一个他们点的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等一下来就知道，应该是也是炸物类的吧。总共花了134.叉叉纽西兰币。哦，好期待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准备来吃了。口味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它是烟熏鲑鱼，搭配很蛮浓的cheese酱跟芝麻叶，非常的 balance。它的烟熏是不讨厌的那种烟熏的，它的cheese实在太香。我知道瑞了，赞了。这是芝麻叶蘑菇披萨，里面有 mushroom 芝麻叶、tomato 跟蘑菇 cheese。相较之下，我觉得烟熏口味的鲑鱼比较特别，比较特别哦。这吃起来很像玛格丽特，那比较值得点鲑鱼。鲑鱼哦，好哦。这是我们的热薯条 ，hard chips。这是炸鸡块，然后会有附一点点薯条。哦，它会有一些就是可以放在上面的耶。我们刚好看，就是它会有香菇啊，然后酱跟那个酱油，超酷的，吃法不太一样哎。然后还有给葱花跟那个海带，嗯，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。现在要吃原味。可以再点一份，非常好吃，新鲜。嗯，它的油花非常的非常的好。然后结过程中，我不小心手会中了可乐，但我还是非常冷静的把这块给吃掉，代表就是好吃。都放在里面。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鲑鱼太新鲜了，所以。没差，太好吃，加什么都好吃。对对对，所以不会怪，我一直觉得会加那个会不会很怪？不会，不会。鲑鱼沙西米本身的味道太好了，像握寿司吗？也不会哦，蛮厉害的。好，我吃吃看。开动。那有值得吗？值得。所以那一道菜也 OK， 可以点。可以点。这个是组合好的版本，你看哦，它这个是已经撒好酱油也撒上去了，来试试看。然后这次多了酱油。比直接沾那个白色的酱更好吃哦，还有给酱油，直接它抹上酱油，之前那些料有把鲑鱼的甜给凸显出来，好吃，超好吃，其实直接撒在上面就好了，很棒。如果好吃吗？玩偶吧，你玩偶吧，默默在心中送来一点，好吃啊。凸显鲑鱼的甜，有，哇，好吃，好吃哈，还是给他配好了，不要自己包。喂。有一个专业人士已经问完店员钓鱼怎么算，钓竿十块，一条鱼35块，一公斤啊。一钓割裂让 keep 两条 two fish， 那你也知。那我们吃沙西米 extra 10块 $10。我没办法打字幕了，中英台混合。
们的住宿点。没错，我们来看看又要来开箱了。哎，我刚刚一直要拉门，我一直拉错。哎，完全拉错的地方。Go！ 哇哦，哎，谷仓门哎。哇哦，又是一个很大的厨房。没错。哎，我最喜欢开箱厨房，因为我每次都很好奇它厨房到底会给哪一些功能。目前看都是四口炉哎。对，目前都是四口炉。然后它这个的话，感觉火力应该蛮强的。一样，餐具他们都一定会给，就是基本上我几乎没有遇到不给的，不给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。真的啊，基本的这些还是有，就是餐盘的部分，水杯啊这些的，冰箱、微波炉、饭厅，然后我们去看谷仓门这边。哦，哇，哎，很有特色哎，好有度假感哦。哎，真的，哎，这真的很漂亮哎。虽然后面不是雪山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美。这可以，这可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另外一间。哎，我们往你的左边看，就是谷仓门这边一打开，哇，另外一间，直接就是另外一间哎，真的，单人床，可是直接面对那边，所以要睡觉的时候分开睡。好，晚安喽。然后我们去看另外一间。哎，你又回来了。对，我又回来了。我来看看这间哦，然后这边是它的衣柜，也是一个小衣柜，一样单人床，就两个单人床，然后一样面对那边。去另外一边。哦，所以它是三间房间，可是厕所就只有一间，就是现在这间哦，干湿分离嘛，就是很必备的。一样，它也会给一些什么沐浴乳啊、洗发的这样。热毛巾架，昨天那间就没有，这间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小小的沙发区，蛮温馨的，可以可以。瓦纳卡，瓦纳卡，以湖泊、山脉和自然美景而闻名，湖水相当清澈。是纽西兰南岛第四大湖泊，湖泊加上四周雪山群的环绕，非常的漂亮。而除了可以在湖畔漫步、游船，小镇上也有许多餐厅和特色小店可以逛逛，非常适合在这里待上几天的时间，来个漫游之旅哟。凤梨鸡选好了，第一个步骤放凤梨，放进凤梨之后，这边会有个透明盒，然后把那个透明盒放进去，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按一下那个 button， 哦，它去头了，而且好了，好了，你的凤梨好嘞，对，好快哦，什么东西？然后结束嘞，什么东西啊？它刚有切吗？它就夹夹夹哎。真的 OK， 店员还来教妈妈怎么扣凤梨的盖子，非常的贴心。削皮凤梨鸡是5.49元每一个。现在在 New World， 然后我们现在超市自助结账，然后现在就直接扫它的条码，就其实就跟在台湾那种自助结账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就放在左边可以结账喽，总共14.08。Oh, it's done. 完成，然后你要不要 receipt? OK? Sure. 完成。怀念的欧式煎饼，我们的派来了，这是 Chicken Mushroom Pie， 拿了一个巧克力咖啡，好可爱的，边喝巧克力然后边吃，这样应该是。现在来哪里？现在在卡瓦卡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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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瓦纳卡纳，他在瓦纳卡，随意选了一间类似像 brunch 的吃个早午餐，对。就吃吃看咯。好吃吗？它的那个我刚点的那个 mushroom pie 就还好，它里面有一点酸酸的耶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照理说应该是白酱奶香味一点，没有，酸酸的。对，可是它的皮就很像在英国吃那个 pasty 一样。苹果可以，苹果喜欢。更好吃。对，可是听说纽西兰的派很有名，所以我们这几天应该会尽量。上次我吃的牛肉派比较好吃。对 对, 对啊，而且你的牛肉派是超市买的耶。没错。好吃，那我们就超市买就好了。对，它是13块。对对对，超市是5.5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。
现在在这什么地方？传说中的孤独树在那个地方。如果这里蓝天，然后后面雪山应该会蛮漂亮的，有一点可惜。现在山头已经被遮起来了，因为没有蓝天，所以湖水是雾掉的。对啊，不然应该会有个倒影啊。回家。是纽西兰加油教学，一样找到你要的机台，你要的油品。首先开启油箱盖之后啊，91 regular 就是一般的汽油。好，选到油品之后呢，直接嘟进去。完成之后，一样我们只要到柜台喊出我们的机台 number two finish。接着我们离开瓦纳卡，前往 Queenstown 皇后镇喽。完全没有水果，在水果农场，然后就没有水果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两个不吃任何莓果类的东西。哦、真的？那我们到底来干嘛？哎，等一下想去买黄金奇异果，超大颗，觉得很好吃啊。哦、对，他们说莓果类非常好吃，所以喜欢莓果的人应该都蛮喜欢的。那麒麟小酥就真的蛮甜的。说他想要来高空弹跳，我准备要去跳了，但现在有点饱，你们觉得那是借口？不是，真的不是吗？很想跳，如果这画面没有放上去，就表示没有跳喽。
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景点，叫 Deer Park， 专门喂鹿的公园。它的门票的话，要先在网络上买，就是用信用卡刷完之后呢，等下我们的这台车就会慢慢的往里面开，可以边开边喂鹿。然后它这边有特别写说，就是不可以下车，自己整在车上喂鹿。但网络上评价很高，所以我们等下试试看。网络上买，我们开过去之后就去按密码。这样要多少钱？55NZ。那我们等下要怎么买饲料？它应该路边会有一个可以投钱买饲料的，然后买了以后，但我们都不能下车。所以等一下鹿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把那个饼干跟雪燕一样丢远一点给它吃了，它射到嘴里面。Please enter your online access code here。开门了，开门了。我现在呢的身份就是一个游园车司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左前方，那叫树。右前方叫草。这样还想要叫我花55块？右边有房子。我们今天行程结束了。买饲料，这里有一个那个桶子，来这里放好我的桶子之后，然后我这边可以投钱，然后他这边是说一个 cam 是2块，就是我可以投他的饲料。哦，然后这样就完成我们的饲料，好肥的猪。这里风很大，很冷，景观很好，可以看到整个皇后镇。它这边有说有鹿角的鹿标位。很远啦，下坡很好看，我有点害怕。怕了 ，OK 了，我被绑出来，太紧张到想上厕所。有了有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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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他真的来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跑过来了啦，好可爱、喔，给你吃。那是羊肉吗？来了，他只能丢过去喂，不能拿在手上喂。欸吓我一跳！丢远一点，不然等下刮我的车。丢，好可爱哦！我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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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，好可爱哦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吃开吃，加风哦，拜拜。他一颗都没有吃到，他一颗都没吃到，他一直在那，然后我都一直往后丢，好好笑哦。乖，等一下，哇，那边哇哇，他一直。
刚才甩干你，好久没甩干，来来大鱼啊！你干嘛？来学乔巴。现在在 Queenstown 我们住宿的地方，一个小木屋，这边是我们的客厅，很小木屋，非常小木屋，一个对坐的沙发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。我们看那个地方，这里它有一个真正的暖炉，真正的壁炉，可以在里面烧柴的，而且重点是它真的有给柴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柴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去锯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厨房，非常大的一个么字形，这个是中岛，这应该是微波炉，烤箱，很大的高柜，哇哦！还有一个类似像饭锅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是中式饭锅吗？没错，想要吃饭的话是有中式饭锅的。太夸张！再一样，我们会有一个 IH 炉，是四口的。终于遇到一个梯形抽油烟机，在这个洗碗机标配，哎 ，SMAG 的哎。这边有一个烤面包机，明天早上也可以用这个烤吐司来吃。可以哦，可以可以。带你们走秘密通道，这个。是我们的洗衣机、烘衣机的地方，再来就会进到我们的浴室啦。好特别的格局，又是一个干湿分离，一个马桶跟一个洗手台，这个毛巾架应该是会热。完美。这个呢，其实是一个储物空间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全部的行李箱都堆在这边。再来就是通往我们的卧室。哇，它的格局好特别哦！哇，暖气已经开好了，我刚刚这样子，它就开好了。那我想要看关掉。好，没问题。手这个帮我劈掉，然后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是不是？跟着我一起上二楼。好，我们要来二楼了。二楼呢，我们先右转就会看到我们刚刚那一根壁炉的。哇，它可以直接通？没错，它的排烟的管子就是往上面通的。假设有带小朋友来的话，就把它丢在里面，就不用理它了。然后这个是二楼看出去的景色，它的 view 真的很好哎，很厉害。第一间卧室非常的小巧可爱，一样有一个暖炉在那边，然后有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很想要买的皮带挂镜。西方国家，我们之前去法国、德国、奥地利，其实都有看到皮带挂镜，就非常的想要买。现在好像终于有了啦，只是台湾蛮贵的。对，但是这个其实在欧美其实还非常便宜。好，我们去看另外一间，这个是第二间卧室，其实跟刚刚那个非常的像，只是我们这边看的是偏向山景。我们来看一下楼上的浴室，来四件事，浴缸。哎，我们这几天都没有遇到有浴缸的。真的，这种冷冷的天气，最想做什么？泡澡。泡。真的。淋浴空间，然后有一个也蛮大的洗手槽，一样也会有热毛巾的那个架子。这间还不错哎。其实还不错，还蛮推荐的。然后开车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那个 Queenstown 镇上。没错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去逛街。名的 Burger 超有名，然后你看它旁边，它已经有名到多开了那个 Backer， 右边有那个 Bar， 它的 Bar， 所以这几间都它的，真的。然后我们刚刚进去点了一个它最有名的招牌8.9纽币，然后我们还点了另外一个是 Lamb， 就是它的羊肉的形状，所以我们可以吃吃看。那我们总共点了三个，大概是55.7纽币 ，Order 273。所以我们只要现在大概是266。然后我们刚刚有问那个店员说66到我们时间大家等多久，他说15到20分钟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去那个游客中心，然后问一下我们明后天的行程，那我们就回来拿，差不多。OK， 等等事喽。再来开箱，很好吃，我觉得可以。它的那个肉汁，可能我拿过来有点冷掉了，肉汁有掉了一些。但如果刚烤出来的肉，其实肉汁应该会非常的多，因为我拿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取了。对，那里面还有培根、酸黄瓜、番茄跟生菜。那培根我觉得其实煎的是恰到好处，所以你觉得可以再吃一次，然后换个口味，所以不错不错，好吃好吃，肉质很香，不会柴柴的，不会柴，非常好吃，可以。超市前面没来过的，对，新的耶，进去看看还有什么。好，走吧。哎，我
觉得它好像那个 B&Q 哦。有一点，这个配色非常的家居用品，非常的大卖场哎。看一下，它这里不是卖那种什么生活用品啊，它还有卖水果超市，它很像那个混合型好事多加家乐福，对，就是很像加大润发，对，加大润发超像。现在在哪里？几点呢？4:50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因为要前往米婆峡湾，要开4个多小时，大概4小时吧。好嘞。那我们订10点多的船票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话不多说，很怕来不及。哦、我看我们的头发有多乱，再见喽。接着我们离开皇后镇，出发前往米婆峡湾喽。And cheese pie, and also bacon and egg, and creamy chicken. 现在来到一个这边比较有名的派店，派蛮好吃的啦。Steak and cheese, 牛肉跟 cheese 所组成的一个派，蛮酥的，但它没有特别帮我加热，但温温的啦，还 OK。惊人的冰山雪景，完全下大雪，哇，超级美，想都想不到怎么会突然下大雪，超白，很漂亮哎，对啊，我没想到纽西兰这边看到雪景哎，完全没想到，很美很美，好了，好，我们先躲雪吧，下雪了。哪里？现在刚到米婆峡湾的沉船处了。
了，经过了刚刚的雪白世界，雪白世界过了大概40分钟，我们终于到这边了。真的，这边没有积雪了。对，那边已经没有积雪，可是等一下应该景色会是下雨天的瀑布景色吧？我猜。那、啊、反正下雨天就是下雨天了。那我们进去看看。然后我们的船班应该是那个 Thousand Discoveries 那个，所以我们要先去报到一下，因为有网络预约。告，就是我们原本是搭那个10点多的船班，然后后来因为下雪的关系嘛，还有之后我们要晚一点，要修路，他在线上先帮我们改成12点15分，12点15分。然后我们刚刚去换证，他说如果我们提早到是可以搭，比如说11点船，可是刚刚问了还是一样，12点15呢。对，拿到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Thousand Discovery 坐这一艘，好酷哦！它的船下面是那样哎，好骗哎。Hello, thank you. Thank you. Cheers. 哎、欸，其实蛮准时的，他说12点15分的船班，非常准时，12点就开班了。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有没有窗边的位置，因为怕等下头晕。我已经晕了。你已经晕，怎么那么快？想欢吃可颂的人，才刚开动就开始吃，对啊，太快了吧！坐一晚这样，不知道我们会头晕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坐船尾。听说这里的瀑布会湿掉，所以我们有带了雨衣。等一下发现不对劲，赶快穿雨衣。没错，然后发现后面都没有片可以剪进去，代表我们要全湿。等等见。嗯。这边刚好遇到雨加雪，非常壮观，非常狼狈。好大风，好大风！然后眼睛，啊，这个太可怕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在下，避佛峡湾的船上。对。然后其实后面非常的壮观啊、哦，我们现在可能镜头会有点晃，看大家这边抱歉，超晃。我会自己先头晕啊，这个风雨，然后后面的雪山，等一下，我就。好晃。那跟着它的平衡。你觉得米佛峡湾怎么样？我觉得既然这边都已经有大山、大湖、大景、雪山、湖、船，不用去冰岛了，没有了，还是会去啊。好了，好像准备经过一个很大型的瀑布。结账，然后刷卡感应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那他不用印出什么纸张放到那个挡风玻璃上，不用，就是可能如果今天有人要去查票，他扫一下你的车号就知道了。纯数位的。对，简单简单。
道名字是什么的小镇？提亚诺啦。提亚诺。对，就是我们早上有经过，然后买了一个咖啡之后，我们现在回程了。嗯。所以又在这个小镇先吃个晚餐。没错，不然回到那边已经八点了。对，差不多，因为回去皇后镇大概还要两个多小时。嗯。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先玩吃个晚餐，然后点一个意大利面吃吃看喽。哦，我的是鲑鱼冬子意大利面。这蛮好吃的，奶味还蛮浓的，它的那个鲑鱼饭，好吃，它融合的蛮好的。其实我这里面有菠菜、冬子、鲑鱼、白酱，是好吃的。可以，吃吧，给推。你的是茄子蘑菇，茄子大蒜蘑菇 cheese 酱系的，今天吃素，它里面只有蘑菇，然后 tomato 还有帕玛森 cheese， 然后吃一口。它配的是宽面条，上面有黑胡椒的味道，跟我煮的红酱其实是有点像。这是夸自己的意思吗？你在称赞他哦。改天拍一集煮红酱给大家看。哦，好哦。为什么西餐会煮那么久？因为真的手续比较复杂。煮中式嘛，山菜大概花一个小时，鸡翅一道菜也是一个小时，跟意思是一样。对，但是它会融合很多东西。但巧达浓汤看起来超厉害，超浓郁的，它是海鲜的哦，里面有很多海鲜料理。巧达浓汤超浓哎，你看。是不是像在喝粥一样？没有虾子，红萝卜、马铃薯，然后它的红萝卜没有任何的，就是生红萝卜味道，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奶味很重，很香，重点是它整个汤的那个海味很浓郁，推，不输意大利面。皇后镇市区，终于看到蓝天。我们这几天每天要下雨，人家蓝纽现在都是大太阳，我们蓝纽现在都是下雨，晚上都在下雨。今天终于看到一点蓝色。然后等一下要去骑马，就是要骑魔界场景，大概2.5个小时。对，等一下去甲。那我们等等见，来逛一下街，拜拜。皇后镇坐落在瓦卡蒂普湖畔旁，四周环绕着高山，冬末春初时还有壮丽的雪山景色。而皇后镇极限运动非常兴盛，不管是极速的鲨鱼船，还是滑车、骑马，甚至是跳伞或是高空弹跳，都是极限运动者的最爱。来纽西兰旅游的时候，不妨在这个城市停留几天哦。因为这里好像蛮多条可以逛，前几天都没逛到，今天就是想说一定要把它逛饱，结果时间不够了，也要去骑马了。明天再继续来逛，然后顺便去滑车。Thank you.
等一下其他的要骑得蛮准的，等一下要骑他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这两只？我不知道，乱猜的。等一下骑他，等一下去跟他培养感情，去摸摸他的头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骑着他走魔界场景。我们的马程好像是2.5个小时。对，听说可以驾。对，有驾，然后还可以过河。对，等一下我在马上的时候就叫拉缸。那我嘞？嗯，精灵女王。地精。为什么是地精？我好期待哦！对啊，我们等一下准备骑马去跟他互动，先让马认识我们。对，等等见。拜。我们这里有一件防风外套可以租借，刚好跟房客间的雪衣好像哦。超爆像的啦，真的很像哎。它是毛的，我的。你的是机能防风机能，对，防水。下雨天的雨衣吧，蛮帅的。它会有一些鞋子可以借，会换他们的雨鞋跟他们的一些安全帽，然后选择你自己头的大小。这个是 XL 的，很好看哎。哎，我也觉得。看起来蛮像教练。现在就这样拉起来，然后你往右拉的时候，他的头往右的时候，你就会跟着往右。啊，如果你要刹车的话，你就记得往双平衡抓住，我拉一点点，他头一抬起来你就刹车。OK。然后怎么往前呢？等一下他会说。色的嘛，睡着了。你Bye, see you later. 好紧张哦。结束骑马的行程，我们往皇后镇回程的途中，来到一个景色非常漂亮的码头，可以停留短暂的时间走走逛逛哦。看一下住宿外面的风景，还蛮美的。还可以看到对面山头的蓝天白云跟雪山。
在干嘛？讲不出来。Fred Burger， 我们又来了。我们这一次点的是 Co-Father 鳕鱼教父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鳕鱼教父好不好吃？真的耶，听说好像还不错哦。试试看，吃起来好像 Fish and Chips 只是夹在里面。对，因为我这次都没有吃到 Fish and Chips。哦，对耶，分享一下昨天骑马的心得吗？昨天我那只马叫 Shadow， 非常冲动的一只马，然后它会一直跑到旁边去吃草，即使我拉它，它头一直给我低下去吃。然后你那只直接倦怠。我那只，你知道我听错，我以为那个教练跟我讲说我的叫做 Selby， 然后我就叫他 Selby， 结果原来他叫 Sebby。从头到尾他都不理你，一叫他叫出他名字，他直接倦怠。整体体验还不错，一种魔界的场景，场景非常的漂亮。我们还有奔驰，就是在那个河道上奔驰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半小时是先讲解，然后剩下两个小时就去骑马。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，好玩到今天早上起床之后，我那个大腿那侧因为要夹马，你知道，好酸。好了，我们去拿汉堡啦。期待吗？还不错，试试看鱼的口味。它里面还有 Little Lambie， 它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？来自于有高度的乡村的羊 High Country Lamb。好，挤一点柠檬。汉堡有淋一些它的 sauce。哦，看起来太夸张了，这也太大了吧。来了，巨大，来看一下。来，要试一下口感。柠檬味好重哦！我刚刚看到挤超多柠檬哎。哇，它鳕鱼超好吃耶！真的、哦？那跟我们之前去吃 fish and chips 的 fish 不一样吗？它更好吃。那它有用一些酱啊，还有一些蔬菜一条。哇，更好吃耶！那跟原味汉堡比，你喜欢吃哪一种？有得比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鱼排，它负担不会那么重，反正它的尺寸好像更大。它里面有洋葱，然后番茄，然后有超级好吃的大蒜酱跟鱼块，吃看。嗯，那酱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酸酸的感觉还蛮棒的哈、哦。我刚因为我平常不喜欢吃太酸，然后刚挤柠檬，我好担心，我想说会不会很酸不好吃。好吃耶，不输是不是？不输那个经典牛肉。我觉得它好清爽哦，真的。然后早餐吃着 OK， 因为你刚刚说早餐要吃肉，我想说好害怕哦。可是它的鱼块，你看它的肉丝很好吃哎，我真的还不错，可以推推推推。我觉得要是让我再点一次汉堡跟这个，我可能两个都还是会吃。现在要去哪里？现在要去坐滑车。他们有分，就是你要一次、三次，还是好像有无限次吧？等一下我们去看看。我们一定不会选一次，因为我哥说选一次你会后悔，选太少，玩太少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应该要选三次的方案。等等见，现在已经快到缆车了，乘车处，现在在等缆车，前面排很多人。现在到买票的地方，大概稍微看一下，它这边有分两次，还是要三次跟五次、五次，还有六次，其实没差多少钱。对，其实没差多少钱啊，我觉得想要滑就开心滑。对，没错，那我们就先买票喽。想要上缆车了，有点紧张吗？有一点哎、欸。哇，什么？你是很紧张？我觉得面对山壁刚刚好，不会紧张。真的、哦？可是后面是雪山哎。哇，好美哦！好啦，看风景觉得 OK， 很漂亮哎。其实光搭缆车就蛮值得的。我也觉得。这算超稳的。我也觉得这还蛮稳，我比较没那么害怕。哇，很漂亮哎 ，view 好好哦。今天不错，今天不错，终于没下雨了。今天很适合来滑车。对，大概是我们来的这个十天天气最好的一天。不，现在的景色是非常不得了，很强，超漂亮，整个大湖啊，加上两侧的那个山脉，上面还有一些雪积在上面，环绕在整个湖的旁边，可以在这里杀底片，杀很多张。耶，现在好了，然后因为我们牛币刚刚已经全部花光。所以要借这两块，未来递给我们，免费借我们，我等一下再投完之后再还他。没错，不要抢人家两块。没错，就先投进去，然后就转弯，耶 ，done， 完成，准备搭滑车了，要来喽！哇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
来看一下脚悬空，超像滑雪的，很像滑雪，紧张吗？还好，蛮兴奋的，因为之前在那个新加坡圣淘沙有搭过一次，然后这一次就直接给他买五次。我们今天原本要搭两条线，一个绿的，一个蓝的，结果蓝的在施工，到十二月才会修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搭绿的那一条，想要玩刺激的。错了，但我觉得很刺激，很好玩的。聊一下刚刚滑车心得。哎，滑车速度有快哎，蛮快的，而且滑到我们俩头好晕哦，超晕的。然后我们滑的是三趟，到第三趟的时候真的是超级晕，然后超想吐。我们现在又在 Fur Burger， 对，总是在 Fur Burger， 然后现在又买了四个，然后是两个经典的牛肉跟两个鸡肉，哪是鸡肉，鳕鱼啊，鳕鱼，对啊，是什么鸡肉？一心一直想说要试试看鸡肉。The Cold Father 鳕鱼，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输给牛肉的。我目前吃到，我真的觉得它真的真的真的，对，等一下牛肉谁要吃？你啊，然后我吃那个鳕鱼。好，好，因为放国内线，所以我们刚好等一下汉堡这个时间点当我们的晚餐。没错，我们已经来后座吃第三次。没错，推荐。到底有多好吃？我真的觉得它是全世界第一名最好吃的汉堡。可以，名副其实。就是 Cold Father 鳕鱼汉堡，真的，竟然是它哎。好，那我就等我们餐了，拜。Hello。我们离开皇后镇机场，搭乘国内线班机前往奥克兰机场转机，准备飞回台湾咯。现在在找信用卡配合的贵宾室，然后往右上角走。要用手签名，然后给他登机证，就可以进去咯。给他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然后有一些优格，还有一些小点心、面包啊等等的，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，还有一些酒类可以喝，然后你可以自己选你要喝哪一种啤酒啊等等的。这是炒蛋，它是一个肉肠味噌汤炒饭，或是一些白豆，这样烘烤的白豆面包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加一些奶油啊，这种弄好的，或是这种的那个果酱，然后自己涂。然后也会有一些可乐或是饮料可以提供你这边喝，就是无酒精的饮料，或是这种咖啡机泡茶也可以，就是还蛮多种可以选择的。然后自己要泡的时候压热水，就跟吃拉面一样。这里的空间还算还蛮舒服的，灯光的色调也还不错。其实它休息空间地区还蛮大，航班时间也会在墙上说，哎，你快到了，差不多该出去了这样子。如果你在搭机前刚好又有时间，真的可以来这种休息室休息一下，然后吃吃东西啊，就不一定要吃饭店的早餐，还不错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？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厕所，超大超大洗手台耶，还有淋浴间耶，这边都已经覆满了耶。
觉得很扯。洗完澡之后，说不定有一些贵宾室还是有睡觉的地方，那你就看哦，还蛮舒服，吃饭、睡觉，然后洗澡，你都可以在这边一次完成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这一次的开箱呢？然后大家就想说，为什么方克今天不在？因为今天有会员卡是爸爸本人，然后他通常一次只能带一个人，所以今天进来的是我跟爸爸，然后下一次就爸爸跟方克，还是我们自己办一张也可以。刚好是因为借由那个亲人的名义进来拍摄给大家看，他通常休息室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以上就是这集我们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纽西兰南岛十天行程计划，帮助你在做旅游功课的时候可以更上手。谢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，接下来也要继续跟着我们到处旅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